你不答应，我就扔根绳，我吊死你这门口，我让大伙都看见。你这不是，这不是耍流氓吗？这不是啊！我是真没想到啊，你会是这样的人啊！你这都跟谁学的？你今天要把我弄出去，我明天就去衙门自首。我就说咱俩合伙谋反，哎，歇掉了，把这条蓝皮狗给我牵回来。如果今年要用大功的话，需要早早的跟地方官打招呼啊。五省都斗，治河溃决那是常有的事儿，朕也没有怪罪于你啊。有罪不降罪，比杀了臣还要难过。你起来，接着去治河，继续去治河，听见了吗？臣被自己所误，铸成大错，已经无可挽回。中天娱乐台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3点，天下长河。